久的，这个抱抱 Coco 的扭蛋机真的太可爱了，它是一个大娃，哇，我等了很久，它价格终于下来，然后果断下手。好，给大家拆拆拆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是这个波波的扭蛋机，然后里边都是 Coco 的扭蛋。这次的包装也很走心哎，这边打开之后，噔噔噔噔，哇，好可爱啊，太可爱了，波波的脸呀，里边会拆出一张身份卡片，哇，整个的配色都是很粉嫩的，里边还能拆出两条扭蛋，就是波波的 Coco 的扭蛋，哇，真的好可爱哦，有六个颜色哎。给的量都很足的，那我们就把它打开吧。哇，好可爱哦，稍稍有点味道。这边有一个投币口，虽然是个假的，然后哇，这边是高清塑料，就感觉特别的透，然后 Coco 在上面，哇， Coco 好可爱哦， Coco 肯定能拔起来，对， Coco 是可以拔起来的，然后它里边可以装扭蛋，它是真的可以当扭蛋用的。那我们就把小 Coco 放进去吧，小 Coco，小 Coco 们都放进去，它掉下来了。小 Coco 们，小 Coco 们，我刚刚研究了一下，每一个都给了三个表情，一个是这样子的表情，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笑脸的表情，然后一个是非常开心的表情。先把紫色的放进去，我最喜欢的紫色。再是这个绿色。接下来是橙色。已经很满了，感觉上它还有，接下来是蓝色，少女心的粉色，最后就是黄色啦，黄色放进去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、然后把这个大 Coco 按上去，我们再摇一摇，再给大家看一下样子，我们再给它转出来，摇错方向了，怎么摇不出来呢？怎么摇不出呢？对的呀，怎么摇不出来呢？摇出来了，哎呀不容易啊，终于摇出来一个，再摇出来一个，再摇出来一个，要看这边，这边看运气，不容易啊，这个扭蛋机真的很可爱，就是摇出来有点辛苦。好，宝宝们，这个可爱的扭蛋机就给大家拆完了，真的好可爱啊，真的太可爱了，就是没有它的时候一直在响。哇，我终于把它从我的心愿单里边拿出来了。好，宝宝们，拜拜。